新溪树一丁目二至七号，新溪古家吼，就是爱来这种啊小巷子，你甲看，拢真侪啊，迄、那个好食的物件，小个大碗。你看这间生意好个吼，你还要变贵啊？呢，后壁摆一堆人，爱食素啊？呢，这边嘛，足侪一种小酒馆。看，足趣味的哦！我今日要来探险。这看了看，像个做好食安尼。这种都有味道的。这我看到日本人在那捞呢。一挂遐迄个三两好友，来家吃烧烤配啤酒，饮啤。在那烤鸡肉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猪杂汤，关东煮。啊？关东煮猪杂汤。哦，关东煮猪杂汤啊！啊、哦，两套餐。就是日本人来这里喝酒用，哦。哦，那边还有位置哦。那边也是你们的位置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楼上还有50个人位置。哦，楼上还有10个人位置啊。这叫做新宿司一出横丁啊，反正我也不会念的哈。不过它这整条街呢，里面啊，又刚好碰到一个中国人，他会讲汉语，所以就问问他喽。那日本人大概都是内行的跑来这里，行啊来招来家啦。